的条规，确保行管令能够更有效地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。症状并接受检测，隔天的检测结果确诊感染新冠肺炎，并送到亚罗士亚苏丹后巴西亚医院接受治疗。在接受治疗期间，死者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，最终在26号清晨4点不幸病逝。这是我国王宫首次传出确诊病例，但是当局没有交代他们的感染源。王宫也证实，元首抗疫已经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，而检测结果呈阴性，初步认定没有感染。不过王宫昨晚透露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元首抗疫两人从昨天开始将自我隔离14天，以测安全。Thank you.